小事都办不好。请教主息怒，我一定会找到他们。门主，不知门主急召幽鹰回来，所为何事？幽鹰，你先不要查巡抚的贪腐案了，我让你马上去密查一宗惊天大案。惊天大案？中乙村340个村民，一夜之间惨遭毒杀。何人所为？还不得而知啊。有幸存之人吗？中乙村登记在册的342个村民，除其一位在外行医的不会武功的村医之外，还有一个叫黄成可的习武之人，从案发至今下落不明。我怀疑就是他屠杀了全村村民。我要你不惜一切代价将此人缉拿归案。幽鹰定不辱命。把这个拿上。门主为何给我皇上御赐的卡门令牌？有了它，可以帮你扫除一切侦办此案的阻力，并可调动卡门、金银铜铁四门门生为你效力。幽鹰定不辜负门主期望。去吧。是。铁字门生办案，请大人放行。没有巡抚蔡大人的亲笔手谕，任何人不得擅入中义村。我有皇上御赐的卡门令牌，请问还需要巡抚蔡大人的亲笔手谕吗？回大人，不需要。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望大人恕罪。起来吧，不知者无罪。这。大人请。大人。一路上辛苦了。找仵作验过死因了吗？回大人，验过了。仵作说340人全部死于刀伤，刀刀致命。那个侥幸存活下来的村医呢？在家里。带我去。大人请。家也遭到毒手了。是的，这位就是村医。哎呀，女侠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女侠。大人，大人，您这是何故啊？没事，起来吧。哎呀，张大人，救命啊！这女侠要无辜杀我呀！
放心，我不会杀他，我只想看看他到底有没有武功而已。你不会怀疑我杀了全村的百姓吧？带我去皇城可家。起来吧。皇城可的武功如何？武艺超群，这附近十里八乡练武之人，至今没有人能打败他。那他在村中的风评呢？争强斗狠，仗着他会些武功，四处和人比武，到处惹是生非。他都以什么为生？以各村的供给为生。他家里都有一些什么人？他自幼丧父，有个老母亲，两年前因病也去世了，现在家里只剩他自己了。妙手，在。根据村医的描述，把黄成可的画像画给我。是。来了就出来嘛。麻衣教主来急如风，比我预想的还要快一点。幽影女侠，您找我有何事？麻衣教众遍布广州城各个角落，寻人的本事胜过天下第一。我找您来，自然是想让您帮我找一个人。不知是你的私事，还是砍门的事？不瞒您说，是我砍门的事情。你救过我的命，按理说我应该帮你。你也知道，我和欧阳门主有过节，我发过誓。砍门的事绝不插手，您就全当帮我。日后我想，您一定有用得到我幽鹰的时候。好吧。爹，他还有救吗？哎呀，恐怕躲不过死劫呀。那现在我们该拿他如何是好啊？你去报官吧，免得咱们惹上麻烦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啊。你们找谁？少面圣人，我要你倾尽毕生所学医术，救活黄成可。门主，现在能不能救黄成可，可不是我的医术，而在于您呢。你醒了。你是谁？这什么地方？这里是砍门。砍门是什么地方？皇上为保社稷安定，秘密成立了直属他监管的砍门，并在各省设立砍门分舵，专办不能对外宣扬的大案要案。而我就是砍门广州分舵的铁字门生幽鹰。那你抓我来干什么？七日前，忠义村发生了屠村惨案，我怀疑你就是作案凶手。哼，笑话！你怀疑我杀了忠义村的村民？难道不是吗？哼，小姑娘，我不管你抓我来有什么目的，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不陪你玩了。砍门八门四院，每门有六人守卫，每院有十二人守卫。
他们曾经可都是大内高手。你若想从这里活着走出去，恐怕比登天还难。那我倒要试一试。忘记告诉你了，你门外也有四个。传门主令，带黄晨可去罗刹厅。好，走。出去吧，我要单独审问黄晨可。是门主。坐吧。黄晨可，你老老实实告诉我，忠义村的村民是不是你杀的？我昨日才和村民一起龙王庙求雨，以求度过一个干旱之年。如果如您所说，是我杀了人的话，那我昨日和谁一起求的雨？是鬼吗？昨日，你可记得你和村民求雨是什么日子？当然记得，7月15。那今天呢？昨日是7月15，今日就是7月16。错，今天是7月23。教主，你的时间跟我们过得不一样吗？黄晨可，装疯卖傻，不能帮你摆脱杀人的罪责。相反，你要坦白罪行。把你的杀人动机和你心里不想告诉别人的秘密老老实实的告诉我，或许我能帮你找到一条生路。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，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要放我走，要我拆了你这装神弄鬼的地方，带你去见官，拉你游街示众。耐心，我从你嘴里听不到我想听的答案，我就让你生不如死。门主，府台大人委派信使，请门主立即前往府台衙门一趟，说有事相商。用你的方法让他开口，查出真相。是，门主。这里的任何一种刑具都会让你生不如死，到最后你还是会开口。你又为何自讨苦吃呢？你让我开口说什么？让我承认是我杀了忠义村的村民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的脑子里出现了好多我从没有做过的事情？你们对我做了什么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
有没有我们的家书送过来？没有。我们的家书还有坎门看过。不管你没让吹响笛音，告诉坎门上下黄城可逃走，原来你是故意放他走的。门主不是让我自己按照自己的方法查出此案吗？可是没有门主的同意，你私自放他走，万一他真的跑了，你如何向门主交代啊？有你在，他跑不了。啊，你个小丫头片子，你拉着我帮你查案，还想让我跟你一起背黑锅呀？哼，哎。黄晨可怎么可能逃走呢？我们也没想到他突然从罗刹厅出来，他袭击我们，将我们打晕后抢了书简房的衣服逃出去了。幽鹰和守面圣人呢？我们醒来他们就不见了，我猜定是追击黄晨可去Thank you.
真的失忆了。看样子是真的。守面圣人，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丢失一部分的记忆？这个，根据皇家古籍医书记载，明朝的开国将军徐达，陵北之战战败后，曾丢失过记忆，后因部下模仿战争杀戮场面，受到刺激，找回了记忆。清太祖努尔哈赤率领众部下攻打女真的时候，因头部受伤，也曾出现过短时的失忆。后来经过神医的治疗，将脑袋中的淤血散去，方找回记忆。那黄承可应属前者，应该就是。大少，黄承可，你还敢在这里？现在满街上都张贴着抓捕你的告示呢。大少，你是不是有个表姐夫是看城门的官兵？是啊。能否引荐一下？有事相求。你是想让他帮你逃出城？我们是好兄弟，不管你做了什么事情，我都不会落井下石的。在那边那个茶水摊等我，我这就去找他过来。你想饶命？黄承可和你说什么？他说让我去找我姐夫，他说想求我姐夫送他出城。那你想被满门抄斩吗？那就不要多管闲事，走吧。这街头巷尾还有别的出口吗？啊，您呢？从这个小门穿过去就到正街了。嗯，得嘞。唐发黑，最近是不是霉运不断？老先生，这可有后门可走。后门不是门，前门无门。谢老先生。你无路可去，小兄弟。小兄弟，何不坐下来听老夫一言？坐。小兄弟，你最近是不是遇事不顺？看你的气色，似乎是招惹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也许吧。你不相信老夫？没有，我要是不相信老先生，也不会坐下来听您算我。好，既然相信，老夫就替你沾上一步。何为七阴卦？七阴卦就代表你最近霉运连连，会有官灾是非，
有牢狱之灾呀，而且你在霉运期间正好又撞上了阴灵而入了邪。小兄弟，你七日之内轻者疯癫，重者暴毙身亡。老先生，那是如何解？这个嘛，我有一句不当问的话，你是怎么会招惹上不干净的东西？是不是最近你去过坟场？完成阴灵诉求，方可转危为安。啊，你不必着急，老夫这儿有一道符咒。今晚子时，你拿着这道符咒，去你曾经去过的坟场，将这道符咒给烧掉，便可转危为安。不必惊慌，无门无路，生死大劫。走窗户，出门后上马车，便能化险为夷。多谢老先生，快走。皇城可信以为真了吗？我也不得而知。那我们的计划还进行吗？只能碰碰运气了。已经按照你所说，我们的人都已经穿好忠义村百姓的衣服，正在待命。不着急，等他烧完纸，你再发信号，让假扮的村民模仿一下被杀死的喊叫声，在坟场里奔跑。真希望能够刺激到皇城客，帮他找回丢失的记忆。希望如此。说什么呢？你们为什么要帮我？东瀛忍者他们为什么要杀你？你们好奇怪，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冤枉我，更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杀我。那你到底有没有想到什么东西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？如果你不信我们，我们怎么帮你？你们都不相信我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我们不信你，你就不会在这里。没错，我们的本意是放你出来，好让你在熟悉的环境中
找回丢失的记忆，帮助我们破案，没想到却意外引来了杀手。此话当真？我们只想查明真相，找到杀害百姓的凶手。那你们跟我走。去哪里？龙王庙。里面闪现了龙王神像，燃起了幽冥鬼火。那你想到什么东西了吗？案发当天，忠义村全体村民再次给龙王磕头，请您天降甘露。为了答谢您，特奉上8岁童女余姚，让她感恩您，侍奉您终身。龙王会更需要你侍奉的。你别在龙王庙撒野啊！余姚，没事吧？余姚，你这样是会遭报应的，会遭报应的。乡亲们，我昨天晚上做梦，梦到只要给龙王脖子上系上红色飘带，自然会乌云密布，下起暴雨。你记啊，记啊，记啊，记啊！你是啊。哎呀，说有什么？你们快走，快走，走，走走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我呀！龙王爷息怒啊！龙王爷息怒啊！龙王爷息怒啊！快饶了我吧！龙王爷呀！
要是让村里老百姓知道你在龙王庙下胡闹，肯定会把你赶出村子的。我想弄清楚龙王像自然的原因，免得他们再做傻事。快，走，快走。大眼睛，老六，老爸，怎么这么臭啊？一股腐肉的味道。这是什么虫子？我也不清楚，吃腐肉的虫，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那我们怎么处理这虫子啊？老六，老爸，你们去把门口的农具拿来，咱们就地把它埋了。说，啊，这是去哪儿啊？去河边活祭鱼窑啊！祭鱼窑，啊，走。不是没看见龙王怪罪，头像都烧起来了。为了忠义村，我们只能活祭了鱼窑。龙王神像和巫师自然，并不是龙王降罪，是有人在龙王庙里放了吃腐肉的毒虫。他们为了掩人耳目，故意制作成龙王降罪的假象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啊？我说的是真的，不信你问问他们。真的？不说。你要是不信的话，我们请官府过来调查一下。对，叫官府。老六、老八，你们去官府报案。好，好，就说有人装神弄鬼，对，故意制造龙王降罪的假象，还有人把吃腐肉的毒虫放在龙王庙的地道里面，速去速回。是这样的事。是啊，乡亲们，咱们等官府查清了这件事情之后，再决定要不要活祭余姚，行吗？好，好，行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好，行。谢谢乡亲们。进来吧。那是我呀。哎，慢点儿。等等我。别摔倒了啊。等等我。孩子，慢点儿，慢点儿。快点儿。
当时的情况便是如此。我派老六和老八去衙门报案，本以为衙门会派捕快前来查案，可没想到来的却是屠村的官兵。可想而知，那毒虫一定是位高权重之人的。不管他是谁，只要他违反国法，我定将他绳之以法。来人，在即刻派出所有人手，秘密调查当晚广州官兵调防情况，并将当晚所有外出官兵统统抓捕回来，逐个审问。是。我替忠义村的村民谢过门主。不必言谢。那些毒虫你藏在什么地方？您请跟我来。好。小英，我给你的金牌呢？门主。黄晨可，真是没想到你竟然把幽冥赤虫就地掩埋在密室里边了。欧阳门主，你如何知道那是幽冥赤虫？来人呐，杀了他们。现在满城都是缉拿你的告示，不如我送你们出城吧。红色通缉令亦是凯门发出的江湖追杀令，就算我们逃出广州，成功躲避官府的通缉，也逃不出江湖杀手的追杀。既然如此，那二位何不去凯门自首？马一教主，你别忘了，我可是曾在欧阳门主手里救过你一命的。我也祝你找到了黄晨可，我欠你的已经还清了。现在你们二人是坎门的通缉犯，我不想依你二人让我麻衣教遭遇灭教之灾，所以我决定拿你二人的性命去欧阳门主那里换取特赦令。有了他的特赦令，我麻衣教就不用东躲西藏了，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开门立派了。
左边是出城之路，右边是进城，怎么办？置之死地而后生。走。不知道守面圣人逃出来没有？放心，守面圣人为人机敏，他一定有办法逃出来。教主，进展有些缓慢。为何？教主有所不知，从幽冥赤虫中提炼体液，稍有不慎就会中毒，现在已经死了十余人。一将功成万骨枯啊，死几个人不算什么。是，只有研制出幽冥毒剂，才能让广州水师爆发大规模瘟疫，不战而败，从而改变我国想和大清朝和谈的想法。在广州水师爆发瘟疫之时，我们出兵攻打虎门，达到我国军事扩张的目的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也不需要再假扮什么欧阳门主了。教主这五年来为我国搜集情报，假扮欧阳门主，确实是辛苦了。既然知道我的不义，就不要延误我的计划。什么？教主有所不知，延误我们计划的并不是我，而是黄成可等人。现如今黄成可等人下落不明，我担忧就算我们提炼成功了，我们的计划也会遭到他们的破坏。黄成可、幽阴二人不足为虑，我已让官府通缉他们。官府抓到他们，我以砍门的名义发出红色江湖斩杀令，江湖中人多有罪案在身，谁不想得到砍门的特赦令？不出三日，定会有人提着他人的首级来砍门邀功领赏。那守面圣人呢？守面圣人，待他为我研制出解我体内火寒奇毒的解药，我便杀了他。原来欧阳门主竟是玄阳将教主，这事儿你和守面圣人都不知道吗？看门上下所有的人都是两年前他从各地招进来的，真正的门主我们从未见过。原来如此，走，我们走后门。看这戒备如此森严，你有办法怎么进去，怎么救守面圣人吗？有。马医生叫来了。守面圣人，哎呀，你们俩怎么也被抓回来了？我们是来救你的，快走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走走走，快快快！你确定你看到的是马医神叫的信号弹？我确定。门主，好，你们要造反吗？禀告门主，小的发现马医神叫在门外发射信号弹。以为麻衣神教会像一年前一样犯我砍门，所以集结了所有人准备御敌。麻衣神教来犯，让开！欧阳门主是玄阳教教主假扮的。哼，这老家伙竟然骗了我们这么久。可是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你们说
他为何要这么做？我认为，他蛰伏于坎门，是为了收集情报。这次，他炼制幽冥赤虫之毒，是为了将毒剂感染广东水师，使广东水师不战而退，改变他们国和我大清谈和的目的。再借此机会，攻打广州，达到他们侵略大清的目的。我们必须要阻止他研制毒剂。那我们该如何阻止呢？找到他们研制毒剂的地方。那就只能深入虎穴了。姑娘，快来看看花伞，新鲜的蔬菜，来看看。还有一个，来，把这个抬进去。嗯，抓住他们，抓住他们。
杜宾，拦住他们！啊！来，黄志刚。啊
何？将店里所有的纸箱药全部拿出来。好，各位军爷，稍等。军爷，出了什么事儿啊？好像发生了疫情，一夜之间，军营里所有的官兵都高烧呕吐，腹泻不止啊！一定是中了幽冥赤虫之毒。你怎么知道？快，带我回军营。好，走走走。怎么样？果然是中了幽冥赤虫之毒。将军，马上把中毒的士兵隔离，派人填堵清泉河道，还有古井，从南山调水供军中饮用。好，我即刻叫人去办。我去执金药。外出未归，等他回来，我会将消息通传给门主。正。干什么？欧阳门主派我来求见巡抚大人，有要事相告。你是欧阳门主的人？在下黄成可，是官府和坎门通缉的要犯。黄成可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冒充坎门的人混进来！来人，看！看，等等，大人先听我说完，再抓我也不迟。好，近日是否有日本使节要来广州？你怎么会知道此事？果然不出我所料。你想干什么？今日我想来告诉您，欧阳门主是日本玄阳教的人，他们不想本国使节与大清和谈，所以在广州制造瘟疫，还请巡抚大人早做准备。你以为我会听信一个通缉要犯的话吗？你若不信，大可以派兵去玄阳教一查便知。你既然冒死前来，所言应是不虚，我这就派兵查看。报告巡抚大人，说坎门欧阳门主正在广州制造疫情，军中大部分官兵已被感染，将军特派我来通传，让巡抚马上防范疫情扩散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不半句虚言。军中温情如何？神医守面圣人正在军中研制解药，目前尚未得知。守面圣人在军中？是的。他医术高明，定能研制出解药。都怪我没有杀了他，让他阴谋得逞。我们必须要抓到他，防止他在全城制造瘟疫。两位大人，能否给我一些人手，我去抓住他。好，我这就调集一些没有染病的官兵，
定要把他抓回来。是，大人。走。是是。报告大人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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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。发现欧阳门主，他定是得知了消息，躲藏了起来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一定会暗中打探军中瘟疫的消息。我会封锁消息，让他感觉军中并无疫情。如果他不知军中已感染瘟疫，定会铤而走险。将军，我们要早做准备。禀告门主，城里并无听到疫情的传言。啊！计划失败了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欢迎来到广州，欢迎你，远道而来，辛苦了。大人一路辛苦。嗨，很荣幸来到大清帝国广州，我要见你们巡抚大人。请。杀了他们。
玄阳教主，屠杀我忠义村村民，又制造瘟疫，现在又来刺杀使节，你罪行昭著，我要替村民和幽鹰报仇。既然都来了，一个也不要留。哼。圣人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黄承可首面圣人，破获玄阳教的阴谋有功，特赐封黄承可为坎门尹子门生，出任副门主一职；首面圣人晋升为金子门生，出任门主一职。钦此。先吧。你俩为何不谢恩呢？将军，老夫年迈，实在难以担此大任，还望将军在皇上面前美言，放任老夫游走江湖，悬壶济世。既然你萌生退意，我岂有不帮你的道理？谢将军。黄承可，你为将军，我已拜首面圣人为师，自然要服侍师父左右，还望将军体恤。不为荣华所动，好，本将军成全你。都起来吧。谢将军。如此忠孝之徒，难能可贵啊。行了，你我就此各奔东西。保重。哎，我没说不跟您走啊，师父。我怎么不记得曾收过你这样的徒弟啊？我记得就行。
我没什么可教你的。师傅，杀人易，救人难嘛。我要跟您学医术，救治天下。你少跟我油嘴滑舌。我从来不收徒弟。我可警告你，你再跟着我，小心我杀了你。反正我的命也是您救的，随意啦。我跑。师傅。师傅。